气的容貌，优秀的身材，有层次有质感的好歌声，货真价实金曲歌王许富凯凯凯耶、谢谢品生哥，谢谢龟山的朋友，还有我的粉丝，谢谢。带来第一首比较动感一点的歌，你的雄风热伤风送给大家，谢谢你们。无法度感情的难破，轻轻那感冒，戆戆跟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变红红，甘是会做梦？不知已经伤痛沉重，搁甲你人红红。一款情头予你糊涂，是我心茫茫。入去太深，深入伤痛中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，再看再再看再听我一说。谢谢这边朋友，你们好，旁边的朋友，没法度感情的难破，轻轻啊感冒，戆戆跟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变红红，甘是会做梦？不知已经伤痛沉重，搁甲你人安安。一番情头予你糊涂，是我心茫茫。入去太深，深入伤痛中要抓狂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气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旁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温度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痛，我的感冒，一双心结轻松，想要挽回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把我醉茫茫，这空气这空气听我一说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气人，我的灵魂拢闪无旁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温度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痛，我的感冒，一双心结冰霜，想要挽回。爱情慢话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，这空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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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一说。谢谢耶、谢谢现场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还有现场的长官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谢谢谢谢，听说我的粉丝有抽到大奖，对不对？又是你，又是你抽到，哇，你看我们龟山多大方，再给我们所有的长官还有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尖叫声加掌声一下，他们非常的辛苦耶、好，谢谢哦，今天哪多人好，是啊，来唱第二首歌祝福就好，谢谢
的话，你们可以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吗？这首歌比较抒情，让我们观音菩萨看一下现场的灯有多亮。唱一下一样比较轻快的歌，今天要唱的歌比较多一点。哎，没当照吼，掉不掉？没照啊，没照吼。有条像，有条我没照哟。那叫甘心。好，来唱一首很适合现在的天气来听，因为呢最近真的比较冷一点，对，那希望大家热情呢可以像裸听赶快都来继续让你刚讲清楚裸听，谢谢。心就是
随着天气在变化，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，为着写愈来愈冷的诗句，嘛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。好佳哉身边有恁遐多好马子，人咱嘛袂难做回事人。不输阵，虽然今嘛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为着写愈来愈冷的诗句，嘛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。好佳哉身边有恁遐多好马子，人人嘛陪咱做伙输人。不输阵，虽然今嘛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观音佛祖面前唱歌是多么好的一件事，对，我希望呢，借由我们今天的乐善寺，希望我们的观音佛祖都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健康平安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接下来呢，唱一首《寒冬讲热天》，所以寒天还需要米酒配。这首歌两个重点，第一个，来，我的粉丝都知道要做什么事情。对，就是一个是嘴上要喊出宝贝两个字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手要比一个爱心，我看一下全场一起让我们那个摄影大哥拍一下来哦，那个要比久一点你们才会赚大钱哦，差不多十秒好不好，十秒来，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哎，你们真的很听话哎。啊，迄无比的是无爱趁钱哟。等下吼，哎，去一两宝贝，来啊、哦！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很棒。带来这一首《米酒配》，谢谢。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
知，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慕的心情，又又是三更半夜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哦，唱少啊，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笑话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几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笑话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一起来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好像某个宗教团体哦。再一次哦，你是我最爱的，很棒，待会还有两次机会哦。又落是三更半夜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月亮笑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笑话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几暝。看错，阿阿伯呀，秀姐，我看蛮阿阿伯。好了，现在是不是解封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不要接吻没关系，我们比个爱心，让我们的摄影大哥拍一下。哎，夫妻档的我看一下，情侣档的也一起哦，好可爱，很好很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谢谢不开，谢谢大哥。哎哇，群晚聊开来了，很好聊。你看这一面啊，他们从一开始是，你看六点就等到现在，哇，都啊七点哦，游览车是七点到，两点哦，下午就到了。不啦，你大家是要拍麻将还是？对，就抓来是嘞，好，这个非常棒。对，他们很可爱，因为他们基本上每一场活动，他们有时候一样，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或者是说他们都会相约一起，然后坐游览车，反正就游览车一起去、啊，是，多远都要一起到啊，哈，对，对不对？希望那个我们有帮助一些游览车，帮助他那个观光这一些，也对啊，对，这也要的，而且在。疫情期间呐、啊，是，我想说许富凯呢，居然呐、啊，大家都疫情，反正
你获得好佳绩，金曲歌王啊，谢谢谢谢。古尼对不？哎，古尼，古尼呀，对，古尼。金曲王阿顺开始有新看板，叫金曲歌王，这货真价实。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哈这个一个牌子都要花好多钱。没有，因为他们 Only 有来的时候没有拿出来，这样没有不好意思。现在拿刚好，这算有礼貌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对对，没有错。因为我的粉丝呢，他们其实对台语歌手都非常的支持，对对，他们都很有爱的。拢是咱的学长学姐。对呀，因为海军姐他们也是都很对啊，弄最后人就好。你这顶弄最后，台湾的一个优秀艺术表演者，我们今天也是龟山大平顶艺术节，艺术表演就需要有才华的人。谢谢谢谢。富凯哦。据说明年呐、啊，哎、欸，这消息你们没有跟到啊？他要跟交响乐团开演唱会哦、啊，这个很难嘛，这个因为要是突破了，对，因为在今年初呢是第一次合作的是彭佳慧，差点叫彭大彭大海，他也有跟彭大海合作，他也有跟彭佳慧合作。因为呢，佳慧姐，我私底下要叫彭大哥哦。啊，刚刚那个海军姐拿了一罐那个彭大海给我，突然间就 miss 在一起了。太好笑了。第一次呢是跟彭佳慧、佳慧姐一起合作，那他们今年呢就找我明年来跟他们合作，然后呢做一系列洪一峰老师的经典歌曲哦，对，要唱很多歌。哎、欸，这个才叫经典致敬，跟经典致敬，然后跟大型的交响乐团来合作。对，因为洪一峰现场很爽哦，我好紧张啊。对，因为洪一峰老师算是台语歌坛的经典，然后一定要跟他致敬，所以呢，当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他自己创作的歌曲、哦、要跟大家分享，然后用交响乐的方式，每一哎、欸，我现在已经有听到一些那个曲子了，很像在看电影的那个筹备中有情境的，对，电影的主题曲的感觉，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子。啊，讲到情境更夸张，我也来爆料，三月还有音乐剧是吧？三月你要去演戏啊？我三月，凯凯这样子撑得住吗？很忙哦，哎，没关系，可以可以，那年轻啊，因为力、哦、因为呢，处女座就是不想要认输，想说好我就挑战看看，然后呢，三月、四月、六月，在各北中南呢都有那个演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支持，哎、谢谢同学会，谢谢，太好了。这就是我们这个艺术节的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龟山大平艺术节很丰富多元、啊，非常丰富啊，丰富多元，好，然后不断的突破经典，创造金曲。啊，把安格那些长公公啊，办到十二点，然后唱到十二点啊，那样，全要去做跨年啊，没无要紧啦。对啊，赶快马上找安这些团队吼。好，爱仔。对，你看那音响有多棒，多好啊，主持人多好。我刚刚走到后面听你唱歌，那个 LED 荧幕。哦，把你拍得好大，等一下，真的，那一块也是有一幕，那个很大，在后面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都给我们特写，我最近有点水肿，帮我拍远一点。嘿，我要定没跪你啊，我要定给加一段哈，多吃一点哈，因为冬天要来了，要囤粮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因为他明年有的忙了，现在都在筹备演练，好不好？给他一个掌声，谢谢。请陆凯，你要带给我们更新、更多元、丰富的演绎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来唱一首很大家都会唱的歌，《奏威情》。奏威情，很嗨的歌。不让雪塞，不让雪塞啊！对了，再来跳，谢谢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，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破到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，原来你听到这呢晚。朋友的感情煞来风稀烂。失望的心情无地方，相思的目眶内地讲袂散，予我心肝到时疼几天。人生来听破你欺骗的话，莫再讲遐尼多，找一个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拢做是笑话。现在我不想要讲，是想要离开两个人。找一个
寂寞，踏著轻松的脚步，心酸的人再会。敢有听到落雨声，亲像是肉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，原来你拼到这呢烂。来哦，朋友的感情怎来放彼人？失望的心情无地方，相思的目眶内地讲地猜，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天。真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，莫再讲惊你做，找一个孤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，无聊的笑话，今仔我都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，较大声，找一个远远的所在，分好一杯两杯三杯起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笑话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酸的人再会。是笑话，无聊的笑话，今仔我都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出发一起，这一个远远的所在，分开一杯两杯三杯起来自由飞，你应该笑话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酸的人再会。谢谢啊！希望他待会来，第一个先去上游览车啊。